亲爱的 Kathy， 我的太太，你是我遇过最善良的人，你的善良与真心是我一直想守护的事。姐姐你看，爸爸请喝茶。谢谢谢谢。嗨。嗨，恭喜你，谢谢。姐恭喜喝茶。姐姐请喝茶。恭喜恭喜。谢谢。你笑得好开心哦。老公请喝茶。老公请喝茶。你说老婆我爱你。老婆我爱你。有点真心。幸福美满，谢谢。好，祝福你百年好合，谢谢，甜甜蜜蜜哦。好，祝你们早生贵子，谢谢。大富大贵，谢谢哥哥，爱你哦。今天好漂亮哦。爱你，爱你万年。我爱你一生一世，准备两个红包袋，请在30秒内凑出两个，一个520，一个1314的红包。哦，很难呢。快点哦！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加油！加油！再120来！倒数十秒。倒数十。9、8、7。这个。520。520。520。妹妹飞高高三次，杜欣婷来，你最重要，来去给光迪屋，快点！不是，是我最重要。第二个，一，耶！一次，好，再来，两，耶！好，那我们下来。要叫他吗？要叫他什么？啊，什么？支持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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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住了。作弊了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好好好，谢谢。Disco， 谢谢妈妈把琼辉照顾那么大，那我会好好照顾她，那你也不用担心，就是会把她照顾好，然后会好好爱着她，然后谢谢妈妈。就是琼辉她都不会做家事，要好好疼她，互相包容，好，爱她一辈子，好，好好经营你们的婚姻。妈，辛苦你了，从小到大了，我们都知道你很辛苦，把我们三个照顾长大。即使你工作很忙很累，你每天还是会坚持要煮饭，给我们三个小孩带便当。爸爸身体不好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你都揽起来自己做，谢谢你。
妈，谢谢。你要哭。我今天来把你迎娶回家，最近你也辛苦了。爱你哦，好，来不及谢谢我们能够真实的去面对自己和彼此，坚信你是我要找的人，因为我喜欢你，喜欢你是一个绅士且相舒适的人。站在这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让我成为你的先生。每当我上班下班骑车在台北桥或是忠孝桥上的时候，我都会把安全帽的面罩拉起来，吹吹风，摇摇头，跟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与你相遇，人生的旅途中有你，亲爱的老公，幸福总会来的，而此刻我们就在这里。我们将会走过世上所有人都走过人生道路上有可能经历风吹雨打，要握好彼此的手，勇敢地站起来，微笑淘气地看着对方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